节假啊，天气非常好，据说昨天也还是大蓝天，现在要去按门铃，很期待，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我外甥了，他现在已经长很大一只。Adrian， 嗨，你长好大。哇，会说话嘞！嗨 ，Yeah， 你今天想做什么嘞？我要打羽毛球。可是九九很累，怎么办？可是九九很累怎么办？怎么办？还是我跟爸爸打鱼。可以可以。刚刚不小心睡了四个小时，很没用啊。反正就是因为来的路上也都没有睡好，然后吃完麦早之后就是也是昏昏欲睡。那我们现在出门了，现在在什么 ？Leslie Bell， 不知道是哪里。反正我都跟着他们说今天有一个 street festival， 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下。我只能说姐弟俩一个样啊，我们到了这边大家好像已经收摊了，没人。小猫咪在哪里？小猫咪在哪里？这里。哦，小猫咪怎么叫？喵喵喵喵。今天是多伦多的第二天，昨天睡得不好，就是时差蛮严重。我以前飞东岸都很快就调好了，这次觉得没办法，昨天睡了大概三个小时就起来，然后又再睡，然后起来。但是今天呢，来到公园，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公园，蛮大的，要来烤肉。然后昨天原本的好天气现在都没了，其实蛮冷的。当然很多家庭都在这边烤肉，带小朋友来。我觉得我这一集应该最主要就是保姆日记，就一直在顾小孩。妈咪用一个小毯子给你好不好？你可以进去，才不会一直淋到雨好不好？要吗？呀、yeah. ！突然下雨了。哎，你好，这里下雨。你会不会冷？你会不会冷？不是我的鞋子，它在里面会湿，不是外面会湿掉吗？ Yes. 你放什么东西在我头上？这个在你头上。可以拿下来吗？可以拿下来吗 ？No。可以吗 ？No。那我可以放在你头上吗 ？Yeah。Yeah？ Yeah。 你要当小 bubble 吗？你是泡泡吗？你是泡泡。哦，我是泡泡啊。往上，往上。爸爸妈妈在下雨，你快进来。真的在烤肉哎，原本以为是说笑。谁跟你说笑、啊？就是认真的，好不好？开吃了，但是下大雨。The best weather ever。所有上面都是雨水，好笑。还好吗？这个手？哎、欸，很硬。还好吗？越来越夸张了。我已经不知道我在吃饭还是在喝雨水。今天真的太棒了，终于有一些真正的阳光，好爽！真正的阳光。前几天天气都蛮，就是阴晴不定。然后今天要来吃一间点心港点，这一间叫做醉月轩，我姐来吃说非常好吃，好像是比我们上次在那个某个地方可以看
河景的那间，不知道叫什么丽景吗？他们是说这间更赞，所以我现在也蛮期待的。Let's go！ 哦，里面是长得蛮港式的，好港哦，蛮港的。而且我现在听大家都是讲广东话，那应该是还不错。来看一下菜单吧，蛮多东西的，就是点心、蒸笼类的，然后也有炸的，这个是什么？哦，煲仔饭。然后我刚才看到粥，也有一点心动，但怕太饱。蛋挞，我要吃蛋挞，我一定要吃蛋挞。这个好像跟香港一样哎，就是有特价的时段，还蛮好的。如果早一点来的话，大中小点都是4.9。4.9是多少钱呢、啊？就将近5块嘛，5块20，就100多。嗯，不便宜。是我少见多怪吗？第一次在港式餐厅看到这个，真的是炸的吗？看起来很像烤的。嗯嗯，还不错，它是五香口味的。嗯，这一道是鲜虾脆皮肠，看起来很好吃。你有在夸张吗？里面是包什么？虾子、油条、肠粉。是不是？它呢，外面是一般可以看到那个肠粉的那个外皮，然后里面直接第二层就是油条，薄薄的，然后包裹着虾啊，一些青菜，有一些粉浆感，很好吃，蛮棒的。对，没吃过这道，很喜欢，层次真的好丰富啊！非常期待的叉烧包，还有虾饺，觉得有点解体哦，分崩离析。兄弟比较好吃吗？你应该也忘了，我的没事啊，人品问题。看起来蛮扎实的，这个面包的。嗯，中规中矩，但也还不错，它的内馅不会到太甜，这点是还不错。吃虾饺，哎，它这个真的每一个都是什么？是大胃王在吃的，是不是？哇，里面到底几只虾啊？很离谱哎，嗯，那它是大虾子，没有开玩笑。好吃，哎，我觉得不用沾，本身就蛮有味道。这个烧麦会不会太扯啊？这个尺寸太夸张了吧？真的有吓到哎、欸！它每一个都是巨婴尺寸，烧麦的尺寸让我很却步哎、欸。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大的烧麦？就有一些小鸟味的 OL 就买一盒这个当午餐就饱了。OL 这个词也是蛮美，没人在用。我在想它上面这个鱼卵是不是最后才加的，因为通常一起蒸的话会是那种很干瘪的，但它吃有那个粒粒的感觉，还不错。但这个真的好扎实哦，里面还有香菇、肉、虾子，真的好吃。啊，这边是哪？不是，我说这一个 area， 刚刚原本要吃蛋挞，结果卖完了，然后店员还说啊，下次请早，全部很早就卖完了。我们现在要去台湾人开的面包店，叫做山山，可是他就是卖面包的、啊，他不是卖甜点哦。我刚才看了一下，因为我很想吃甜点，还没。就是这家山山手感烘焙啊，面包店没有错啊，空间蛮好的，有点韩式咖啡厅的感觉，很挑高，然后又有大面的窗。整体是蛮舒适的，选项很多哎、欸，哇，它也有菠萝，还有台式菠萝，哇，太多了，连这种盐汁花也有，哦，有这个葱面包，怎么会点这个啊？好特别哦，这个很
肥耶。想吃就吃了。好吧，那你赶快吃。吃抹茶红豆。鲜奶油。哦。爽吗？嗯，不死甜。你确定那个什么什么糖尿还什么的？已经过了，已经过了。那过了就过了、哦。过了就过了。哦。想说怎么可以吃成这样？我看一下它里面长什么样。和面给你看。看不出来有什么。红豆跟抹茶呀。好，那你切一口给我吃。你切这个只有半层面包哎。确实不错。我点的是有一点像菠萝油的东西，但是它这个好特别，上面还有香草，然后里面是芋泥，它中间那个是布丁，它上面连着就写了芋泥布丁菠萝。不然你觉得哪一块是布丁啊？不然你觉得它布丁怎么样？我等一下走路回家。你等一下走路回家。你准备好了吗？你先下来。有啊，我下来啦，我在等你。带小孩真累。呜，小心哦。我们为什么下去了？你在忙什么啊？怎么那么多水啊？哦，这么冷还要玩水哦？啊？这么冷还要玩水哦？哎呦喂啊！哎呦喂啊！哎呦喂啊！I rise and I wake and I gotta go get it. I'm making my bed and it's straight to the digits. No cup of jokers, that shit is acidic. So I take a shot with the lemon and ginger. Look in the mirror like, yeah, I'm the nigga. Look in the mirror like, damn it, I'm fitted. Looking outside like the world is all mine. Look in the mirror like, nigga, go get it.